送给大家，也希望呢这首歌可以感动您大家，也希望呢这张专辑在五月推出的时候您大家都可以支持。一首阿公的故事，阿公的故事送给您，谢谢。亲像彼个乌白。
全新的创作。阿公的故事也是一首本地唱的歌曲，送给在场的每位朋友，也送给所有的阿公哈。好。